还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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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三。欢迎回到 Nimble Ultra Microscopy Circle Volcano Connection 少年的频道。各位有看到这个招牌头上的？因为最近呢，老板装了这个招牌，然后呢被大家检举，甚至警察都来关切，因为名字是迷途少女中途之家。那这个名字呢也有点怪，引起社会大众的误会。但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室，有感觉娱乐公司。因为被检举到，我差点被抓走。至于我为什么会差点被抓走，因为别跟乱讲话，别跟以后不要乱讲话。他跟警察说那间公司是我开的，害我差点被抓走。因为这边的住户呢都很纯洁，心很纯洁，迷纯洁。因为呢上面这四个字“迷途少女”会让人家误会啊。大家知道我的本名叫什么？少安。你的频道也叫少安。对，我的频道也叫少安。今天有大胆想法，就是我在女字上面，少女的女上面加一个宝盖头，就变少安了吗？这样人家就不会误会了。这边就变我家嘞，我正好也是一个迷途的，反正这里面是一群少安嘛，对。所以这是你开的、喔？不是，为什么讲自己笨可以讲那么开心啊？来，我现在直接把它改造成迷途少安中途之家改造 ，Let's go。所以我现在要爬上阶梯，因为这个招牌有点高，我有惧高症。平常在踩高跷吗？没有在踩高跷。山奴人怎么能怕？各位，不是我刚刚用电脑列印的宝盖头，我把它合上去，就变成安全的安，也就是我。但我有点怕高，我需要搀扶。怎么有点小、啊？怎么卖这么小了？不要下来！我们得重用一个大张一点的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Go！ 跟各位说一下，才是我们真正的招牌，有感觉的，好不好？来啊，看一下，就这样。来啊，我直接开。来啦，剪好了，有没有像那个跑跑卡丁车那个戴安全帽？得得得，欢迎叶佩，这是小的，这是大的。又要站上可怕的阶梯，双面胶先粘上去，好，粘三个角，看到吗？我靠，突然我一下，快掉了，抓紧哦，我要粘哦，我要粘哦，气啊，看得到吗？我现在脚还在抖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少安中途之家，欸，我好怕被老板骂。这样有吗？有迷途少安中途之家吧？啊，现在直接请他出来，我觉得会被他骂。猜看看他，等一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猜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啊，好刚哦，路线动。好，这样吧，服务员，出来一下。刚刚在做什么？其实我没听到。观众也不是白。自首罪，看一下上方有什么改变？有改变哦，怎么变少安了？我怎么觉得灯不开好像会比较明显？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拿下来用白色胶带弄。其实我那个看不太清楚，而且我脚在抖，所以就叫你长高一点。其实已经够高了。那你有跟大家说，因为平台来接我？我有说培根害了我，因为有人说违反当地善良风俗，那我也不想当那个老鼠屎，所以我觉得你这样主动帮我想解决办法就好了。不然换这个招牌这样要8500。各位，你们如果做招牌很便宜，赶快跟我说，很有创意。因为你只加个宝盖头，它就变其他字。对，对嘞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想法？对，没什么想法。想说这支影片谁要剪？好像是我自己剪。好干哦，干成一团。看一下白天长什么样，小小的一个短片，就这样。各位，隔天来到了隔天，阳光普照的日子。看一下白天的招牌，迷途少安中途之家。这样警察应该就不会来了吧？还是会不知道？应该这样会邻居会觉得说这个好多了。经过了风吹日晒、狂风暴雨，依然还是牢固的粘在上面。在路上看到的话，记得拍照不要长肿。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点喜欢，并且分享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你们的订阅让我越来越不屁了。闭嘴啊，屁孩！